是 Australian Grand Prix events。究竟是個風向還是用球呢？因為雙方都是控底線，很難控。佢同阿 Ivan 講話齋咧，呢個場館咧就即係個台型個方向關係。即係當然我哋而家咁樣就好難去判斷咧，究竟係個方向啊，定係嗰個即係波嘅問題。因為有時個波咧都會係影響到個運動員嘅發揮。因為有時個影響其實最主要咧就影響係咩咧？就影響喺網控底線。咁呢個第一個，另外咧就係底線控底線。亦都係好難控，咁啊點解會難控呢？就如果係個風向嘅問題，就容易去判斷啦，順風逆風係嘛，或者側風呢啲就即係好容易判斷得到。咁但係另外一個我哋一般人好難感覺嘅咧，就係嗰個波嘅問題啦，波快或者係球頭重或者羽毛太重，呢啲都係令到運動員喺網前方面。嘅控球或者底線方面嘅控球咧，就有好大嘅呢個影響。尤其是嗰個球頭比較重啲嘅呢個羽毛球，因為如果球頭比較重啲嘅羽毛球咧，你控網前咧就好難控嘅。但係亦都會有個好處，就係你落西咧就嗰個旋轉度亦都係比較高啊。所以即係有好有唔好。9-6啊！記住李龍第一發球。哇！出界都出得比較多喎，呢個龍哥嚇。咁佢都望望氣球，你望唔到啦。不過呢啲就係純粹係個球員嗰個心理嘅反應嚇，即係都係冇理由我咁曳噶，梗係啲氣球。即係可能。啲咁嘅啫，佢同可能平時訓練咧就做比較，平時訓練可能好容易控。Good attacking play from the Koreans. 好啦，咁啊，比分啊去到11-6啊，韓國隊咧可以話輕鬆領先。Goodness me, well I can understand. 佢最主要日本隊本來先起嘅波想防啦，挑又挑唔到喎，挑得唔夠後即死，挑得後咧，哎原來又會出界，咁啊真係好難打。好啦，咁啊呢边手咧，韩国队嘅教练啊，应该都会坚持翻咧嗰个进攻嘅打法。Former great Korean player Park Joo-won。世界最高水准嘅高尔夫球巡回赛 PGA 巡回赛就在 Now Golf 3。日本 No.1 品牌 Aquarius 水动浪，日本销量 No.1 运动饮品品牌，真正低糖低卡路里，全新 Aquarius 水动浪。温布顿网球锦标赛，六月卫视体育台。時間連攞兩分，個比分就追翻近少少啊，8-12。就呢對日本嘅組合咧，就即係由於大家都係即係身材比較，即係雖然係都唔係話好高大，但係比較橫啲啊，所以佢步伐方面咧就冇其他嘅組合咧就咁快。咁啊，所以咧就其實兩位球員都冇話邊個咧就即係喺前邊，邊個喺後邊。其實兩個咧都係同時咧都係上嚟，同時都係可以喺後邊進攻嘅。因為兩個球員咧都係
即係可以話進攻係比較好啲。咁但係咁樣嘅組合咧，亦都有一個唔好咧，就係即係冇一個即係控球手啊。咁啊，依啲咁嘅情況咧，就睇下打得順唔順利啦。打得順可能打得好，但係一旦打得唔順咧，就冇一個即係主要控球嗰個球員咧，就會係好容易就散。雙方之前是碰頭了三次啊，咁一勝兩負啊，咁日本隊，咁啊贏嗰次咧就係比較冇咁重要嘅賽事，係2010年嘅澳門公開賽，咁另外兩次就一次喺中國嘅公開賽啦，咁啊日本隊咧就係直落兩局輸嘅，咁最近一次喺瑞士嘅GP Go裏邊咧，咁啊李龍帶佢贏，但係贏2-1贏得係好吻下嘅。但喺防守方面肯定係冇咁好啊，因為即係通常即係當你進攻比較好啲，防守就會係比較弱啲啦。所以呢隊組合咧就喺防守方面咧，即係無論喺能力方面咧或者球路方面咧都冇咁好嘅。如果係講經驗方面咧，就應該咧就係嘅祖川賢一咧就會係比較好啲啊，因為佢可以話嗱後邊嗰個就係、是，因為佢都代表日本都好多年噶啦。咁啊，反而佢嘅拍檔咧就係即係遠藤大友咧就都係近呢呢幾年先至係代表呢個日本隊。因為以往嚟講咧，就一路都喺即係公司隊嗰度咧，就浮浮沉沉，都曾經咧就都嚟過香港集訓啊。有你一個表演啊！動作嘅新咁啊，以往嚟講呢啲咁嘅雙腳起跳係滑板嘅，但係呢球波咧。就嚟一個慢調，個當然係攞分嘅係鄭在成啊！但係李龍大嗰下咧勾對角由手轉攻都真係好嘢啊！比分已經拉開咗啦，其實啊，18-10。雖然個世界排名咧就2-15，表面上唔係爭好遠啦，擺上嚟又好似爭咗一級咁啊！不過真係有少少隔食隔咁嘅感覺啊！咁啊，如果調翻轉今次咧，就同平年連勝嗰隊打啦，我相信個局面就唔會。